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如果你热爱北欧的自然风光和滑雪等户外活动，那么本期推荐的 Usteholmen 绝对不容错过。Usteholmen 坐落于挪威南部的乌斯特瓦特湖上，距离乌斯陶塞特仅几分钟车程。这里毗邻著名的哈林山国家公园，以壮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户外活动闻名。该地区通过卑尔根铁路与奥斯陆和卑尔根等大城市便捷相连，交通十分便利。 Usteholmen 占地约 7.6 英亩，环绕在无尽的山脉和湖泊美景中，视野极为开阔。岛上的地形多样，覆盖着草地、森林和石块，提供了丰富的徒步和探险机会。冬季的 Usteholmen 仿佛置身仙境，整个岛屿被厚厚的积雪覆盖，呈现出一种静谧之美。白雪皑皑的景色与远处闪烁的银色群山交相辉映，赋予岛屿梦幻般的气息。滑雪、雪地徒步和冰钓等户外活动更是为冬季生活增添了无尽的乐趣。岛上设有两个独立的地级编号，每个地块上都建有一座木质小屋，主要建筑面积为224平方米，整体设计融合了挪威传统山地小屋的特色，同时具备现代化的舒适设施。主小屋设有9间卧室和14个房间，室内设计以木质为主，营造出温暖而自然的氛围。大窗户不仅带来了充足的自然光线，还能将湖光山色尽收眼底。起居室的设计注重舒适与功能的完美结合，中央设有一个大型壁炉，营造出温馨的聚会氛围，特别适合冬季的寒冷夜晚。餐厅与厨房相连，开放式布局使空间更加宽敞。厨房设备齐全，具备现代化的设施，能够满足日常及特殊场合的烹饪需求。此外，小屋中还设有一个桑拿房，让你在一天的户外活动后尽享放松。岛上的配套设施也十分完备，包括三个独立的仓库或附属建筑，以及一个船屋。岛屿已经接入电力，确保居住的舒适性。该岛屿交易中还包含一个车库停车位，为这个隐秘的度假胜地增添了额外的便利。Usteholmen 是永久产权私人岛屿，目前正在出售中，售价为980万挪威克朗，约91万美金。如有兴趣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